你也休息一下，不要整天盯着电脑和手机。要工作怎么休息？这个给你吃，一天一颗哦。少年人目睭比我这老岁仔较歹，都爱食这款叶黄素软胶囊，才会像我安尼目睭金闪闪哦。欢迎订阅宝妮奶奶，给我支持哦。你好，我是宝妮奶奶。现代人普遍都会使用3C 产品，盯着荧幕的时间很长呢，容易让我们的灵魂珠窗干干的不舒服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想要拥有晶亮有神的双眸，平日的保养很重要哦。虽然食物里可以摄取到叶黄素，可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不一定能完全有效吸收，而且人体又没办法自行制造，所以奶奶现在每天都会补充叶黄素哦。 BHK 专利金盏花叶黄素，小小一颗软胶囊，方便吞咽。这是金盏花萃取出来的游离型叶黄素，黄金比例5:1，分子小又有高吸收率，可以抗蓝光提升视力哦，更舒适又看得更清楚。而且还有添加专利 TG 型鱼油，含有丰富 DHA， 可以舒缓干涩疲劳，让我水汪汪滋养又润泽呢。里面还有很多对双眸很重要的营养素，像是维生素 A、C、E、锌、C， 有助我维持在暗处的视觉，还能抗氧化，减少自由基哦。我觉得非常适合学生组、上班族、山西族和奶奶这么爱追剧的英法族呢。 BHK 叶黄素软胶囊一盒30颗，价格却很便宜，实在 CP 值高。而且这种单颗胶囊的包装保鲜防潮又携带方便，其实像奶奶这种年纪很容易有退化的问题，但奶奶每天吃一颗，持续的补充叶黄素，现在用平板看网络小说，哇，看字变得比较清晰，也比较不会酸涩哦。孩子也跟着奶奶一起吃，他们也觉得非常有感。你也想拥有晶亮有神的双眸吗？奶奶推荐 BHK 叶黄素软胶囊，相关资讯可以参考下方资讯栏。祝福大家都有健康美丽的双眸，水润闪亮，魅力四射。